下来，好不好？我自己飞下来会疼死。你跳到草窝里，草窝里没事。不行，你太小。干嘛尿尿？啊，下来自己下来，你踩着这个皮带下来好不好？下面这个轮胎下来，这里轮胎这里，你踩这里，你踩这个轮胎，踩到轮胎上，踩到轮胎，踩，对，踩，踩住，哎呦，我的个天嘞！痛不？痛。哎呦，对不起呀、本来爸想帮你的，你直接下来了，痛不？我们慢慢走吧。这个轮胎扎不动。你先拿着，等会儿我们去找个垃圾桶。哎呦，我的鞋！我的鞋掉下来，走吧，这有个大桥。这是莲花湖。就知道梦魇之夜，其他的没有东西吗？啊，这个桥要断了。看看有没有鸭子。没看到鸭子。你看到鸭子了吗？那有，你看。在湖中间有鸭子，黑点，有个黑点在移动，你看到了吗？看见了吗？鸭子，鸭子没有卖，啊，这里坏了，你在上面走没事。地震了，我能这样走。扶着边缘，那扶手。我还是看到那只鸭子在走，可辣眼，一个黑点儿。我不能走，我肚子太胖。容易掉下去河里吗？那你太重了，我不能帮你捞。你看，这里是剑麻。剑麻。你知道什么是剑麻吗？不知道。这不是剑麻，剑麻是，这好像是，哎呀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走吧，走了。这有个车。下。往这里走，看。
七九阳正初上，没有打上那光明青楼。云正一行一生卡内，三为你孤谋。哎呀，还跳了，刚才蹲了一下，还跳了，还跳了。干嘛呢？这里可以看湖，过来，杨文，你从这里走，你过来，从这里走，对，从这个草里过来，对，太屌，站在这里看湖，鸭子呢？找不到了。这是松子，松子壳，我觉得很像一个松果。松果已经被吃了，只剩壳了。剩壳？你看那里树上还有两个，看到了吗？什么？这松树上还有两个松果呢，三个。松果？嗯。你没看见？你看嘛，是个松树上，这里。啊。有吗？有。好多呢。掉下没掉下，啊，这个掉下来是被吃了，这个是被吃掉了。这是谁吃掉的？可能来玩的人吃的。你站在这里，爸拍个照片。那小手机掉水里捞不上来了。你害怕吗？我在这里被丢进河里了。不会，你往前站站嘛，看一看，看看鸭子。我想下来。自己下。太浅了。太高了。哎呦。走吧，我们在这里看看。这里，我们从这里看看。啊，这里有个山洞。哎，这是拉臭臭的地方。拉臭臭。这是后山。后山。那我们迷路了怎么办？没有迷路，我们有地图。我们以前拍过地图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从小我在住在哪？从小你一开始住在上海，后来上学的时候你就回来山东了。老鼠，好了。老鼠，这是爬山虎，我看一看。这里有个臭水潭，臭水潭，很臭。好，我们是探险。
就这里。嗯。